好了，我要续上水了啊！来，续水免费啊！管够喝。婶婶，你咋那么活跃？带着儿子在外面跑酷呢，儿子是灿灿。你咋的呢？是，过来，偶像，偶像过来。不是，大帅，你怕尿尿啊？跑那么快，你又没玩水，你怕什么？看偶像呢，偶像还有点小心翼翼的。我去，这天天跑酷，那说楼下要是别人家能受得了吗？拿胖虎，你的威严呢？哎呦我去，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啊，蹭点水完了洗水。李宝又来了，还有好几只猫，是不是都没看没见识过这个？你也不怕够抽筋儿了啊，菊宝，你瞅那边小脚洗完了，是那在那惬意的呀，你看。你看那个李宝，啊，英俊也行了，英俊也玩到水了，是不英俊？偶像还神经兮兮的，跟儿子他们跑酷呢，跑的裤子都掉了。你们谁还玩不？难道就这么收场了？哎呦我去，我像你那五短的身材还跑酷呢？哎呀！臭不要脸，老对电线如此冒犯，英俊，英俊来吧。最后，什么眼神儿？快点儿的，你们谁在鼓捣鼓捣，雇佣雇佣，折腾折腾。我没让你折腾电线啊，你们要咬到电线我就踹你啊。你个神经病不？来蓄水，蓄水。去，你上我对面去，要不这面镜头不是没有脸。去上，哎呀，你蹭啥呀蹭？我说你上我对面去，李宝，就像英俊一样，能把正脸至少是侧脸出现在镜头里面，引起全国人民们的注意。你咋了呢？低头思故乡呢？看你们，跟那两个脑袋干啥的？李宝，喊错了，菊宝哈，菊宝生气了，你张嘴说瞎话吗？菊宝、李宝一字之差。等这回水都喷完了，我就把电拔掉了啊！爷，你干啥呢？你还在底下划了啥呀？媳妇儿，不许咬线！你这不玩了呢？你是不是尿炕了？已经还不敢动了，怕起来让别人看到。这个饮水机买了有一两年了，还两三年了，因为它太小了，禁不住这些猫折腾。刚买的时候，完了就被胡英俊就干翻了，撒一地板都是水。厉害！哎，我去啊！这菊宝，你忙山火势的，最爱玩的李宝也不玩了，看来是。这个饮水机对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，对，那我就收起来了啊，英俊，我收起来了啊，大帅，我收起来了啊。大帅说："你玩，我也没玩到，你收就收呗。
哎，收起来了。